你那个眼镜挺好看。爱情没有先来后到。Melody 你在吗？怎么了？想给你一个治疗。是 Simon 挖了个坑给自己跳。大熊吗 ？Hello。早。早。这里面这个芦笋是可以直接吃的吗？可以的，你放一点那个胡椒就可以吃了。还是好吃的。好吃。好吃啊。哎呦。哎乐什么咋的耶、让你看了吗怎么回事好微妙啊。回头看。没事，上面都我来收拾就好了。不不，我们搞一，看搞了有点多盘。所以就是他们俩一起做的早饭，再分我们和你。啊，没事没事，真没事。你要着急上班，我真不着急。今天还有十多分钟。那个眼镜挺好看的。谢谢。完了。哎呦。Simon 的小眼神就像一个小雷达一样。对。完全不知危险即将临近。他先到说明是他约的人啊，约的别人是吧？他也来了，这就是 mean date 了嘛，对吧？对，我觉得有可能是 Melody 哦，麦姐吧，麦姐应该是麦姐吧？那今天早上不是跟麦姐一起走的吗？对啊，但只是搭顺风车嘛，但 mean date 有可能是顺风车的时候把条给他的。应该是麦姐啦。来了来了，谁？Hello， 谢谢。对啊，就是 Melody 吗？ Melody 我就说了嘛，完蛋了 ，Simon 呢？我。Hello， 谢谢。Melody 你在吗？怎么了？想给你一个治疗。这是什么呀 ？Mini date。啊？哎呀呀呀！天哪，新来的真的勇敢啊！猜到了，因为他们真没，实在没机会。他现在再不出招的话，就没机会出招了，你知道吧？你记得我之前我说 Simon 把这个交给了大熊，说可以用这个 mini date， 结果把这招使在了自己身上了。是 Simon 挖了个坑给自己跳。而且他们都约了，好像在之前咱们看来有固定 CP， 就两个人好像有信号的。对，而且相对来说算词是。爱情没有先来后到，好吗？在哪呢？这边。不错。你的腿还好吗？还好。今天好一点。你早上去的很早吗？去公司？今天本来要拍几个东西的。是服装类的吗？还是？都做一点吧，美妆啊、时尚啊，都做一些。主要还是美妆时尚。大女主。
也不搞笑，主要是。谁要搞笑啊？真的是长得漂亮，谁要搞笑？我能做时装，我也想去做时装，好吧？真的吗？我还挺羡慕那些可以做搞笑的，我觉得挺有趣的。看你的目标人群是什么？我们搞笑的目标人群就他们又不买东西的。但是每个人都要快乐呀。对啊，就看到好看的服装这些也有人很快乐。哇，这么大呀！吃吧，没事，吃完打包。谢谢。我们这个已经十天了呢。就这十天，你感觉还好吗？挺不一样的，就每次回家还一堆的人在。对，就不像自己一个人住。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的那样子。其实我是觉得有点回到了学生时代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有点回到学生时代那种很纯粹的感觉吧。对对对。这话 Simon 跟他说过吗？聊过学生时代这个？没有。好像没有啊。哇。Simon 该怎么办呢？哇，天哪！高中毕业都已经六年、七年了，感觉还在昨天。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我只上两年大学，所以大学感觉过得很快。为什么会辍学呢？当时就想去北漂当编剧啊。我当时就是去北京，然后就跟着那个导演，我待了两年多。哦，等于讲你在大学那两年在他这儿补了，可以这么理解。那也挺有意思的。对啊。那后面为什么会去做脱口秀？到了后面就会发现没有成就感。当电影编剧真的你需要沉淀个十几年吧，你都不一定进得去那个核心的圈子。我在他那里当编剧的时候有去偶尔讲一讲，然后后来就我们现在这个老板就说要不就过来做吧，然后就来了，一直到现在。志明春娇我是很喜欢的，还是看了挺多遍。他影响太多人了，我发现，尤其是九零后。对，我第一部的时候，我高一高二吧，我也是那对，差不多了，高中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我也深陷其中，那个时候就会把它带入自己。对啊，就是浪漫。哎，对。你喜欢什么电影？那个《爱在黎明破晓前》，啊，你看过吗？啊，其实我一直没看，因为我看爱情片看真的比较少，可能没那么容易被爱情片感动吧。但是爱在我迟早要看的，我已经跟自己说了起码好多年。我感觉爱在是不是每个女生都喜欢？也不是吧。也不是，但好像每个文艺青年都会喜欢。我去巴黎的时候还有去找他们那个书店，爱在三部曲里面的。哦，先把爱在看了，我今年也都把爱在看了。今年发誓，我发誓。那现在几点了？快四点了，要走了吗？我也差不多走了。好的。你回来这么早？你不是参加活动吗？参加了就回来了啦。这个比我还快。给你列了个清单。这是什么？哦，电影啊，下午说的那些电影。哦，电影，他可能列的是他自己看过的想推荐的。我看一下 Crush 看过。哦， Crush 看过了。行吧，这个神秘列车是吗？是浪漫的，是浪漫的。不难受就行。不难受。哦，还有个木兰花，不是花木兰。它也是几个故事穿插在一起。